作为一个学霸，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刷脸支付是什么原理造成的。我今天就想去追求一下这个真理，想试一下化浓妆之后还能不能刷脸支付。所以呢，我就从我的 B 站粉丝里面抽取了一位幸运观众，来跟我一起完成这个实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被迫的。你不是很自愿吗？我去问我哪个自愿？为什么你化浓妆回家，在我脸上化浓妆？因为你满脸写着“我自愿”。好嘛，好嘛，把你的手放上来。放到啥子？快，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哈。啊。我向科学发誓。我向科学发誓。我将如实作证，毫无隐瞒。我将如实作证，毫无隐瞒。如为实验，我愿接受上帝的惩罚。如为实验，我愿意接受上帝的惩罚。请问我们是要上法庭吗？不，我们要完成这个实验，知道吗？要对着我的无理书发誓。好嘛，好嘛 ，OK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，搞快。请问小公举，你现在很开心吗？我很开心，第一次在别个脸上这种放肆的画画。大家觉得他画得好的扣一，大家觉得他是来恶搞的直接扣他眼睛，扣眼睛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颜料是人机彩绘的，所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哦。打广告趁早，我们去商店试一下。不行，我先看一下。哎，不好看，没有人比我更能穿吧？快走，就是，哎呀，你真的跟你这个衣服一样的可爱，快快快！我们现在就是去做科学实验的路上。哎，把头抬起来呀，干嘛？丢，很丢人吗？很丢人吗？很丢人，真的很丢人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就是很丢人嘛。也不丢人吧。所有人都在看你。你知道？看你看那熊猫。熊猫 ，Hello。今天这儿的人咋这么多？平时这儿不是没人吗？真的，全都是人，我的天哪！我们是一个科普的节目。但现在我脸好小啊。科学家，一会儿你的试验会不会失败？发现这边的超市它都没有这个人脸识别系统。科学能有一次就成功的，科学是一个严谨的事，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按你的这个说，那如果说这次做的不成功，那我们还要做第二次呗？我们下次再做其他的嘛，就不做这么复杂的了。哎，我看到熊猫了，像不像？我在每一个熊猫这儿都合个影吗？不能说一模一样吧，只能说好不相干。我觉得还挺像的。挺像的吗？对。哦，好像缺个耳朵，对吧？对，你的眼白睁出来呀，看不到你眼白。我觉得我对科学奉献好大。天哪，我的额头都露出来了，看耳朵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去商店。OK， 好。好，好。你在干嘛？哎，这个我也想买。我们不是来做测试吗？火鸡面。火鸡面。对，奥利奥。什么意思吗？黑白配吗？对啊。你在羞辱我吗？找付款去。你是在羞辱我吗？你是在羞辱我吗？我们去看一下到底能不能人脸支付。Okay. 刷脸支付。请面向屏幕开始刷脸，请输入支付宝本人的手机号。能支付好吧？请再试一次。没有认出你，再试一次。请面向屏幕开始刷，请输入支付宝本人的手机号，请再试一次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请面向屏幕开始刷脸。脸认不通过，刷不了。变成我呢？哎，为什么变成我付款了？来，快点！因为我刷脸不通过。请支付6元，请面向屏幕开始刷脸，请确认支付。支付宝现款成功6元。对嘛对嘛，果然是个刷脸的社会，好吧？最后为什么变成了我来支付？我觉得以后你上街买裙子的话，我要不就带着这个装去吧，好吧？什么？啊，它是黑黑配。
你不是做科学实验吗？你在那儿吃东西了吗？今天的实验失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继续。那这儿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？得出了千万不要化太浓的妆，不然的话你不能刷脸支付。等一下，我突然间回过神来一件事儿，那到底是谁会化这么浓的妆出门呢？你啊。正常人不会化这么妆好吧？我谢你。女人就是。你要咋了吗？我有一点点留恋。我觉得啊，今天的实验也不算失败吧，毕竟他涂成这个样子，谁能识别出来呢？连我都认不出来他，更别说人家机器了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哎，你看，这串是一张人脸吗？来送给你，这是国画。算了吧，我不要，不要擦的那么粗犷，好不好？不擦那么粗犷，它洗不掉啊。洗干净了吗？哇，你真的不把你的脸当脸呐？你都不拿我的脸当脸？我觉得我被你戏弄了。我操了，我现在这眼睛好疼。为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你给我上了那个啊，就是这好疼，没什么方法可以给我那个。哎，我刚刚好戴了眼霜，有吗？应该就是眼睛太干了。哎呀，我这黑眼圈逃都逃不了，我的眼子灰哦。你本来就是黑眼圈，好不好嘛？熬夜嘛，大家都懂的。给你推荐这个93熬夜眼霜，可以淡化你的黑眼圈，改善你的肿样泡，让你变得更年轻些。是那种啫喱剂，用起来很清爽水润，还可以缓解眼周的干纹。当然，这个你比我需要哈，它的这个陶瓷按摩头，按摩起来冰冰凉凉的，快收好，记得每天都要用哈。哎呀，好凉快！你这不是你用过的吗？咋子嘛？你还嫌弃上了嘛？好好好好，那你还？